的魅力就在这儿啊，经过他们的修改又拿出来让您听。这个传统的名字叫脱妻献子啊，现在改叫如此朋友。在我们交朋友当中您得注意啊，听相声啊警示后人，每一段相声都有现实的意义。那么接下来啊，这两位大艺术家大家都非常喜欢，人见人爱，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特聘的艺术总监、艺术顾问啊，两位是谁呢？李伯祥、杜伯日，有请。北京的观众真热情，今天我们到这儿也非常高兴。对，我们的师叔老前辈沈永森先生啊，他舞台生活这会儿周年80周岁大寿高龄，我们到这儿来一方面是给他祝贺，还有一个任务看望朋友来看看你情况。祝愿我们的陈师叔生日快乐，健康长寿。对，冬天到了，大家注意身体，也注意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冬季平安，没灾没病，不长脚气。我们哥俩是老搭档，哎啊，老朋友相好。我们哥俩这个老朋友还不是一般的老朋友。那咱俩是什么样的老朋友？我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老朋友。什么叫做思想一致的老朋友？想法一样，志同道合。那你说一说。比方说你要积极分子，那么你呢？我先进分子啊，这话对。你劳动英雄，你呢？我生产模范，不错。光荣君主，你？我革命之家，你说相声，你呢？我讲滑稽，你当演员，你？我搞文艺，你演电影，你？我唱京剧，你？体育家，你？我运动员，你冠军，你？我选手，你健将，你？我第一，你左树生，你？我陈金刚，你大郎平，你？我张荣芳，你科学家，我工程师，你高中毕业，你呢？我知识青年，你做小买卖，你？我做小生意，你要卖金鱼儿，你？我就卖花盆，你要卖鸭梨儿，你？我就卖金鱼儿，你要卖草帽，我就卖凉皮儿，你卖豆。我开大商店啊，你大经理，你我大老板，你大掌柜，你我大中介，你大资本家，你我大财主，你要大客户，你我大反毒。哎呀，这可就不怎么样。你要本拉丹，你呢？我坦白，你积极分子，你我索马里海盗，我彻底坦白，我你拒不交代，我戴罪立功，你看你活动，最后我被释放了，我呢？结果你被枪毙。说的笑话，说不笑不乐，开玩笑，给我们大家逗逗，逗逗笑料。对对，您说个笑话。我您刚才这是开玩笑，说个笑话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怎么呢？你这玩笑开的稍微有点过重，尺寸没有掌握好，使您不高兴了。对对对，我表示遗憾，我的不对，我的缺点，我的错误，我对不起您，您向我道歉吧。我向你道歉，我向您道歉，我道歉，给您鞠躬，郭老师，我拿您开玩笑。太笨了，这么大人连鞠躬都不会，激动了。你要是不会鞠躬，我可以教你。别急别急，鞠躬应该是这样，有个鞠法。站好了，比方说，规规矩矩的，您道歉。李老师，对不起人家，我给您鞠躬啊，下回别这样。我给他鞠的不躬。第二个，杜老师，我帮帮忙就代表我赔礼道歉。你要帮忙干什么呀？来了这么多的观众，这么热情，您一个人表演，一个人说不热闹，我老李帮你说一回就热闹了，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。你要跟我一块演一回相声吗？相声除了说了6、7段了，咱们换换吧。北京的观众有个特点，最爱文的也爱武的，能文能武。咱这回不来文的了，来回武的。武的干什么呢？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您这这次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，提起精神，好是好，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呀。项目多你随便挑，我多面手，咱快项样您通。踢足球、打篮球、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、排球、网球、乒乓球、田径、体操、游泳、滑冰、长跑、短跑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马拉西，马拉西，大伙一块跑，马拉西，这叫马拉松。
快到中间该满了，夏天也这么的。这句话是希腊话哦，他翻译的我弄不上来，弄不上来。样样精通，您全挑，挑就行，让我挑。哎，您看李老师，哎，这样行吗？嗯，今天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。北京人最爱看踢足球啊，足球我有两样。是，各位观众，什么叫长冲远吊、两翼包抄、头球摆渡、盘带过人、二过一小半子？好，开角球、任意球、边线球、定位球、十二码发现球、远射、近射、冷射、补射、凌空一脚到欧球，七十三十八进球有最大特点。一球没进去。哎呀，你也太笨了！不过在您这踢踢不了，怎么抬脚？连十二码发现球都发不好，咱们得因地制宜。哎，要不然咱下象棋去？下象棋有困难，棋子小，观众看不见，一会儿就烦了。哦，棋子太小，咱得比赛热闹的，给观众提精神的，哦，还得叫热闹的，热闹的。那问问你，哎，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吗？什么电视剧？叫《霍元甲》，80年代我就看过。哎，黄文申主演的。对，霍元甲干什么？来一场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，通过霍元甲这故事，哎，咱俩比赛武术，比赛武术，这是个擂台，这就是擂台，我上台正台拿擂，哎，您来一个俄国大力士，哎，霍霍夫，1.87的个子，大肚子，一身毛，我上台全体第二步，啪啪啪，最后用霍家刀跟您决战，这把霍家刀。您这什么刀？霍家刀。霍家刀我倒知道啊。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？霍家刀有手绝招。什么绝招？宰猪。这叫宰猪啊。您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。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。你来谁？我来霍元甲。你来霍元甲。哎，我来霍元甲家里的那个老头。谁呀？霍恩利。你演那小色那是我爸爸。不要开玩笑。我来都尉老人是吧？都尉老人也不能比，怎么？我想起来了啊，武术这玩意儿速度太快，对，万一一失手，当把鼻子打破了，观众看着不落人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挑个项目比赛，既保险又安全。哦，你知道现在的观众朋友需要什么吗？需要什么？需要的就是精神食粮。哦，要快乐，要肉。对，咱给大家比回啊，啊，吹大牛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吹牛说大话，就是说大话。对，我得问问，哎，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呢？咱们就说说北京吧，嗯，有些个科学的成绩啊，我们不知道。咱们从直观感上讲，高楼大厦啊，大路，对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些成绩天上不能掉馅饼，对，是老百姓把它干回来的，是有关部门把它干回来的，啊，干才能干出成绩的。对，反过来说，如果坐在屋里头嘚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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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吹啊，吹不出成绩来，是只能吹出滑稽来。咱给大家逗个乐，咱俩吹吹牛啊，让大家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面可笑。笑说比就比，哎，你我双方运动员进步长进，我还有路上去。对，进二内六，你好，你好，向你学习，我向你学习，我学习你吹大牛，我学习你说大话。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再接我看啊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，2011年全国水牛甲级队联赛，比说还有甲级队吗？现在开始，现在就开始表演啊！全吹到一块儿，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，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，杜国志先生，开始吹牛，同志们热烈欢迎。我先吹，观众朋友们，对，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。注意听话，使劲。我俩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，有两吹就行了。真的啊，我是既来之则吹之。当然，各位观众，比别的我不行不。要说吹牛啊，嗯，在座的这么多位观众，包括你李泽祥，你们哪位？哎，
都比不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二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。差多了，我有四十多年的吹牛经验了。我的能耐可比你大，我的本事比你强，我相声比你说的好，我的相声比你说的棒，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，我的相声能把大家说笑了，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，我能把你说的上边吐下边泻。你这传播，我本事比你大呀。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，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。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？不知道多大作用。我告诉你，哎，湖南省的省会哪里？长沙市。有个长沙，长沙市的郊区，嗯，有个大歌舞厅，有个歌舞厅。前些日子，嗯，着火了，这可咋办？就这个大火呀，哦，烧了三天三夜，是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，他愣没救灭，那这不危险吗？最后不巧，我这把我给请去了。天，你是大胖子干什么？到那以后，我冲着这个大火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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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吃了电摇他灭了。对，相声能救火，你先别高兴，相声能救火也比不上我。你怎么样？离咱北京不远有一个唐山市，唐山市有一家奶牛场，那是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，领导急坏了，拿飞机把我接下来。我到了奶牛场之后，我就嘚嘚嘚嘚嘚出了块小相声。哎呀，感动的那些奶牛话说的眼睛没都往外窜。离这儿不远还有个沧州市，有沧州市，沧州市有一个苹果园，苹果园，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呀，哦，说什么它也不长个儿了，咋办呢？都把我给请去了。嗯，到这以后，我冲着这个苹果嘚嘚嘚嘚嘚，我又说了这么一段相声。好，您再看这苹果那个头，瞧瞧苹果那个，呼呼呼，哎呀，后我就老变了大气球了。吹，这位督导是人能吹，你来，各位朋友，我还得努着力的吹。就说咱们北京市海淀区吧，就这海淀区有一阵养鸭场，那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，鸭子不下蛋，领导急坏了，减产怎么办？啊，赶紧拿这个进口小货车，快把李国祥老师接了，又接你。我到这养鸭场之后，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的经常听到的我这段拿手的传统节目，哪段？报菜名，这段可不错，真卖力气啊！我说的是红丸子、红丸子、白丸子、绿丸子、啥丸子、南京丸子、四川丸子、新疆丸子。机关枪似的，说着我满头大汗。这个鸭子受感动了，鸭子心里想：哎呀，我两年多都没想干。李老师这么老远跟我说相声，我要不下蛋太不够格儿嘛。对，这回不沾点下蛋，而且创造奇迹，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。好，想完了之后，鸭子往地下一趴，就呼哧啪一，怎么样？吓出两条骆驼来。我的相声能治病，我的相声能医疗，我的相声治伤风，我的相声治感冒，我的相声治头疼，我的相声治什么？治脚心。白眼灵，我的相声能治大病。是什么大病？上回有一位老太太，哦，有一位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在床上怎么样？瘫痪了八十多年了，咋的？中西医也都请到了，怎么没治好？哎呀，这可咋办？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。你进去了，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，很有礼貌。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啵嘚嘚啵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。啊，对，老太太听完了相声，一甩拐棍，怎么样？上鸟巢参加奥运会去了。杜老师是真能吹，我老李得玩命吹。哎，上个星期二，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。刚说了五分钟，出了问题了，怎么的？连活着带死的蹦起来，一会儿回家吃饭去了。相声比救心丸的力量都大啊！那我也比你强，我还是比你好。看见我这人了吗？你这怎么样？我这人是少年老成。你不行，我这个人是成熟过早。我十一月就上大学。不行，我十岁那年就当教授。我九岁就当科学家。我八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。我七
七岁我就结婚了。那咱七岁结婚，看去文清，我六岁，我儿子就十三了。六岁儿子十三了，随便吹的，我不罚管。好，要冲你那么说呀，我五岁就长老人斑了，四岁就抬头纹了，三岁就驼背了，两岁就掉牙了，我一岁头发就白了。一岁站起来，你可没岁数，没岁数也比你强，怎么的？没生下来我就退休了，没落生就退休了，以前还承认，你还是不如我，还是比你强，看见了吗？啊，我的个子比你高，我比你大六岁，我有点驼背，实际上我比你高，我高我高，我两米六九，三米七八，我一天长一尺，一夜长一样，我跟百货大楼一边多，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，飞机从我腰这飞，卫星从我脚下过，我高我高。踩着地，我的妈呀！我到头了，没法再高了，还是我比你高。怎么的？上腿承担天，下腿承担地。你上腿承担天，下腿承担地。见过这么高的人吗？你那脸呢？我们吹牛人不要脸。当然南方来，南方热的北方冷，对对，有点小毛病，就是嗓子眼里长盲肠炎，所以嗓子眼里长盲肠炎，来说什么大夫，记住了，盲肠炎不是长这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这个，你这个长盲肠炎，糖尿病。这么一说是给大家说，要不说大家听相声，笑，哎，笑有好处，好处笑有规矩，张大嘴闭眼睛，你看哪位观众笑都张嘴闭眼，张嘴闭眼，有意思，我这，张嘴闭眼，说的这是好看，这儿行吗？张着眼闭嘴，观众都跑了，真不错呀、啊。是多的，大家愿意笑啊，都不愿意哭，那是，但是哭还不好哭啊，有学问，哭还有学问，亏谁哭谁，谁哭谁呢？儿子哭爹，震天震地，哦，爹死了，姑娘哭妈，这是真心实意，不错。旧社会儿媳妇跟婆婆都不团结，儿媳妇哭婆婆，这是呢，虚情假意，哭老爷哭丈母娘，野驴子放屁。朋友哭朋友，哎，皮球大地，是最主要的是儿子不怕，儿子不怕。你看这个桌棒曹这个京剧，曹操一听说他爸爸走了，父子之情焉能没有重伤之理？对对，大奸臣也都这样。对对，爸爸死了，儿子那是正常。哎，举个例子吧，举例吧，李芳啊，李爸爸死了，知道吗？不懂道理，我一再说李芳，给我举例子，举例子，你不说李芳，我爸爸老死了。我举不了例子。哦，你爸爸还活着，活着，你特别拿他举例子。那这回有办法，我给您添上麻烦。你妈你爸爸举例子啊，你妈你爸爸唱京腔，你爸爸闹小心死了。老七来呀，老七来，老七，你爸爸活着嘴馋，老喝三鹿牌奶粉。你爸爸说了，你得哭，我当然得哭啊！你得震天震地，躺在床板上了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不到那，当然了，我要不能哭，那都是别人笑话。我要高兴点，你告诉我了，你学孔林的，行吗？跟唱那个坎特一样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